我的日常生活惯例，早餐、工作、午餐、健身房，放松一段时间，然后晚餐。每天这那盒让我保持有条理的健康生活。我喜欢把它安放在厨房，它使我的食品随时保持安全，盛的水果如同昨天一样新鲜。午餐是我最爱的鸡肉色拉餐，健身房归来后一顿加餐。晚餐是为我特制的素食色拉，明天怎样不太清楚，但我的确知道智纳盒倒是会为我安排一切，让我过上我希望过的生活。把你的食品容器有条不紊地放在一处，享受健康生活，享受你向往的生活。它就是智纳盒。